队友给装吗？给这么多，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兵线卡在你进去塔，你就会拉小兵仇恶嘛，那你就会待在塔下，但就是小兵会很晚出来，不会直接撞出来，不会直接撞出来线，他会卡在这边，然后兵线会出来。啊，这个兵太多哦。好亏啊！哎，对啊，看，拜托你不要这样玩了、哦。